的撇，哎，撇直一点，然后燕这边有双人，然后再对齐，然后再来是那个锥字部，锥字部一样保持间距，最后这样才可以拉开燕门门，稍点扭转的小动作。这个方正，门左连右不连，封好。轻轻的，出到西，出到西。支点有点，意这山的断痕。撇开一点，捺开一点，头重，短一点，鸡鸡皮灵动，轻巧，长，鸡绕动下来，轻巧，短。短、长、田田、上宽、下窄、田、赤、赤。点有点好多大成成。宽要写方而宽，然后这是当低，这边低，右边重，好，宽，迟，迟，好，也抬高，靠近。再靠近，然后这个顺势拉开，持，结结中的石头，身体啊，上面写方，下面写巧，好，结。实实写轻巧，难也撇，那口要写稳定而扁。实。